的讲点啥？那你怎么敢说我俩就讲给他？我都闲着，我都没闲着。对，那我好，那就问你，您问你，都不能问，那就第一班长要拆迁的啊，就是问你，你不知道拆迁的，拆迁的，那就问你嘛，你干你干啥去？这主角，你认真讲点，咱俩干。那一眼，你反正你两班，一班选手。我都去，咱也中了，不中了，这谁说的？我那班，应该下两班去了，一个人下两班，一个人下两班，一个人下两班。哪一个人在这？一个人下两班，你得给他一班，你得给他一班，咱两班，两班，两班去，就这一班选手。你上哪选？换选去了，对不对？你最起码要换选去呢。啊，都换你几点了？你还说？那抢选手，那会儿抢选手去吧。没时间了，不是抢钱的。哪个时间吧，随便你抢，点一下。你不是可不急呢？你不急啊？你急不急？肯定不急啊！就是啊，急不人。他不是，就是他弄了，他下去了，看他先出。你弄了，你不弄了。急不人都不要去讲啊！这会儿都不喊哥了，他先出了，哥，他喊个真来了。来，嗯，起来，过来。我的妈一谈到这儿时候已经被你都已经小被困难，嗯，我的妈一谈到大圈儿时候就被困难，随时都能讲都能吃你的跑，对不对？我操，凭啥子能跑比较？不表达掉了吧？对。那股气，那股气就是跑这个竞技跑的气。对了，你今天我连打都不打你。今天不去啊，今天。我的妈，本来就没气过来，没必要。我想你跑要跑了也跑，没啥快跑的，要是跑比较快死你。有这事儿吧？有这事儿啊，鸡巴这事儿，有这事儿的这事儿，对不对？耶，这叫什么？入了，这你坏了！丢这儿来的鸡巴都还咋弄？这个局放错了吧？那个丢这儿来的，丢哪这儿来的？丢这儿了，不丢这儿。哎呀，你，然后跑到家都丢这儿来，你准备能给我？给我丢这儿来的，给我，我这个打野。我这个是。哎，文龙，怎么了？哦，带个下棋的乖。我这个是。哦，车子在那里放着了乖。啊。啊，行，好，好。可是对，我就饿了，我有个事吧。看这个，下啥？这喝了呢。喝了的，喝一碗粥，就这样的粥，一碗的粥，那不能你们少了，多少就多少，不能少。这忙活的，规矩得啥来着？对不对？那规矩弄的都叫公平嘛，这个。嗯，公平。那不公平，那能？公平合理公正。确实是，你这队员双马跑，马上跑，这鸡还有一呢。有一万，有一万，随时能过，咱这玩餐去。你就随时能过，都鸡巴骗子，一万不了。哎，不拆头发了呀？嗯，上前边儿啊。嗯，还是还不拆头发了？那还是呢。这个嘛，还是挺好。去哪拼了？中跑就拆了，我有啥？你不拆中跑，你妈穿的多好。哎，他中跑有啥问题？我拆中跑了。有啥没啥？咱走。是倒一点水都能把水给抽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打中了。哎呀。去想想吧，这个好像咋猜咋猜啊，好像咋猜咋猜，好像怎么猜怎么猜，怎么猜呀？我妈还不傻，我妈还不傻，我傻了吧？哎呀，不傻妈能硬接？我不记得，我这个纵向就不熟了。是吧？纵不像个女的，一会儿把我给绿光了，我现在就怕掉中明光。那想想非常跑我的妈来，你说一点不错，是吧？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你不跑你妈也管死了，你妈也管死了，烂摊儿，上马继续等着再走，等着你不等我呢？等哪呀？开马等跑来了就打来，那我们直接就把上下过来呗，上下应该没打过来。我给他个退
就丢俩锤子，他愿意你把丢啥丢啥，你丢俩锤子啥丢啥。这个得等着打，我猜马上打了。可气你！什么啥啥？讲可气的。叫你死！你平常就比他厉害的多，该真的啥都不得弄。你妈你啥地方？东勇，加州。这里头。想到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他明白的。睡着了，睡着了。有啥前程？哎呀，睡着了，这不就是刚睡着了。啊？别想啊！那你睡着了都。啊呀！不能坐着，真的。哎呦，刚睡着起鸡巴可能。挺闹，什么吵的哇？我是个吵啊，吃饭了。我是个吵啊，想了我买单感觉。这能想到？咱们想想这种，没想到是不是？那你想的大呀？嗯，你想的是啥呢？现在怎么想？刚才你想的是啥？我想想的大，没想没想，没啥想。你想的是啥？想一个。哦，他说你给我夹外你。打死你！给我平局，咱俩平局呢。打死你妈！你讲话。我他妈打了。你打他，打你打得干啥？我也打他一枪，我也进去。你打得干啥？我顶着踩了。这两个人比你比的多一堆兵啊，还提了干啥嘞？啥意思啊？这是啥意思啊？这是明白。哎，你会吗？这是很好讲，啥意思？咦，你还有点铁啊？这个是个屁，这个是个水里面的，这个怎也不敢打，打也不敢打。他妈的，下车了，我没有用，这样他能带走的。哎，弄回来，这个这个气，那等等，还有么？他说没死，他娘没他，也多病的，那他比我多病有点儿，嗯。我觉得跟张先生下了两盘棋，下不错吧？下。哎，嗯，我觉得他一般。我也是下不错吧？我觉得他没顶着下好。哈哈，能下挺好。这个想我走那啥，想我走那个干嘛三分的票给他化解了。干嘛三分给他化解了。你眼睛能看着这个灯啊？是啊，眼睛能看着往下拱。他走了，现在稳当，还要他十七分钟，他十四分钟。你干啥去了？啊，先走呢，我走两步，两步后头来。他先走，走两步后头来，他过来。那先走，我得走两步后头。
非常的功能子啊。这个气都成命气了，他已经敌方了你。不知道他出入敌方了。嗯，他敌方了你。这个气都是命气，山敌不了的。山敌不了，我也得慢慢走啊。多一线希望。这是你说。哎，哪里？还有一会儿还有别的气，也还有。你先真怕他就在那扛，他先动我，他先扛。好，我看看。好，这是马后屁。啊，先动他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用真炮。一般还能出来跑步是吗？你看都学会了，自言自语，这都是老梁的徒弟。我的徒弟都是同事，还用？你不是说赵希瑞、老魏，那不灵，咋走咋走，一道一道，没有不对的都该，都不该咋走咋走的。上脚，上脚，我腿麻，他怎么讲？你说下一个？那这边你要啥兵不管我这个兵送的最亏了。嗯，那个兵送的都不错。好，我想拍了一张，他能勾一句就把我抱住了。嗯，最水了那时候。那我你当时攻一攻一步，我还不知道这边啥意思呢。要我慢慢攻到兵，要停都停死了。中中又踩了个兵，又是后手。你要以后到兵打个十，又是后手。你要做啥后手这块儿，等于让三千等于。哎呀，你耍的鸡巴！那不都这样说的？我那块气球是为了我那个吹了气球。来吧，那个疼吗？这是干啥？你是真干？这鸡巴我过了。他敢吃我那个？啥叫不干呢？你为啥帮我来跳？我跳了你把腿绑了，我不干。好。先别高兴，别高兴，没事，好了，嗯，慢慢走吧，慢点，我得慢慢走。慢慢走吧，他也慢慢走，有点气，他不是没有气了吗？老不是没有一点气？有啥气呀？嗯，有研究嘞？他那一踩跑，一踩冰都结了，踩不响，踩不响。有你，哥心里想，你哥心里想不中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说出来了，快了，我说了啊！啊，对了，你哥心里想，往这儿去探讨了，你个黑不色儿，我哪？踩了个跑。那边抓个时钟，能腿跑看着，对，能走腿跑。嗯。这站了，把人走跑干。他把那规则改了。对了，对，那规则啊。哎呀，咋说咋说？踩响也好，也是。不，踩响也好，你别在这补。踩响也不赖。踩都跑了，你咋会就踩响？哎，大门工呢？对。就跑了。看看，大门工，倒一张，你下去。踩一张，你下了，再踩一张，把炮吃掉了，完了再兑换。我打二门工了，我进两点，我走还压住了。到底讲你咋弄的？你打门工正好叫飞翔了，一两没飞了，对吧？想吃吃。打二门工，二门工把兵吃了。我跟你说，要一忙换你双线，换你个炮。吃你咋换？你打官员人家简单了，你想？不中，他一打你啊！不中，不能给他讲，我也不讲，不能胡说一下。你干他几个？哎，干得中，都干得，那我就踩了，干得，不是不是，
那就搁这儿了。搁了。咋的？如果搁这儿，你到底想上哪家？你看。上哪家咋交钱的？你叫咋交钱的？好吧。该上哪家？上哪家？挑这儿。不塞了才下江啊！对，我叫他呀，光等吧。入了，入了，这样入了。上哪去？能上是老多。那入了。上不上？上谁？黑马，黑马好跑。哦，混那个马，靠这个马，我不知道。哎哎哎！咋不上？你上啊？你上？我上。五十，得办，得办。好得。嗯，你得吧，你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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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不？